冬季取暖究竟有哪些安全误区？电暖宝、电暖器，这些取暖神器又是否绝对安全呢？看暖手宝不能只看外观。原来如此，揭秘取暖神器，敬请收看。冬季来临，虽然有的城市已经开始了集中供暖，但是在一些商场当中，电暖产品仍处于热销状态。关于电暖产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每年都会有因电暖产品而引发的燃烧或爆炸的事故，严重威胁到了消费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什么电暖产品会存在安全隐患？电暖产品发生爆炸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本期节目《原来如此》验证者将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帮助下，对我们家庭中最为常见的电暖产品暖手宝和电油汀展开实验验证，和您一起探究它们为何会变成我们身边的炸弹。柔性暖手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暖手宝，近几年在冬季十分畅销，但每年冬季因为暖手宝在充电过程中引发的爆炸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我们都知道，暖手宝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接通电源，给里面的液体加热一段时间。那么暖手宝里的液体经过加热之后，会不会产生气压而引发爆炸呢？为此，王静从网上购买了一些不同价位的暖手宝。首先，他想看看我们常见的暖手宝里面到底是什么。这几个都是一样的吗？里边我也不知道，那咱们得拆开瞧瞧。拿个烧杯，先拆。拆哪个？哇，这是橙色的液体。咦，我觉得这个质量不太好，这肯定是储存了一段时间了。哦，是这个东西生锈了。那这个先放到一边，咱们再拆一款。这个是就是清水了，干净多了。哦，不一样。哇，这里面比刚才那丰富多了。这个不一样，而且感觉这个保护的特别好。那看来这一款我感觉比刚才那个稍微，这个比那个好，质量好多了，好多了，是吧？那咱们要不然咱再看看别的，再拆一款。那这回出来的会是什么颜色？臭的味道。咦，哇塞啊。咦，哎，那这个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对，再把这个拆了。起来还真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比咱们刚才拆的这个还要干净。那这个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的吗？嗯，这怎么跟方便面一样？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拆解后我们可以看到，外形相似的暖手宝里面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除了水的颜色存在差别，它们的加热材料也各不相同。那么暖手宝内的水质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水质的变化跟什么原因有关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接下来验证者要分别对这几款暖手宝进行通电观察，看看它们在接通电源之后，加热材料会不会对里面的水质产生影响。因为它这个电机完全露在外面，一会儿我通电的话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现象。看见了吗？要不再来一下，我好像看到一个大火花出来了。你都没打开是吗？你只是稍微让它通了一点电。对，里面的那个电在剧烈的放电，再来一下。不会炸了吧？我的天哪！我是不敢再给电了。不是，这是为什么呀？拔了吧，拔了吧，太吓人了。我们可以发现，在接通电源之后，加热材料的两极之间立刻迸发出了剧烈的火花，伴随着剧烈的声响，烧杯内的液体也马上变得浑浊起来了。其实当水里面有电流通过时，水会产生一种电解反应，释放出一定量的氢气和氧气。当电极上的两个铁钉接触到水中的氧气时，
铁钉就会产生氧化反应，生成铁锈。因此，我们眼前的这个现象就是一种电极生成铁锈的一种化学反应过程。那么，另外两款暖手宝在接通电源之后，会对里面的水质产生影响吗？亮了，亮了。哦，加热，加热了。你看，这个杯壁已经有水蒸气了。它在正常工作，但是哎，水已经热，哇，太快了，已经烫手了。给它通电，亮了吗？亮了，亮了，其实是亮了，亮了，亮了，开始了，已经。听见声音了？哎呀哎呀，听见了吗？呼噜噜烧开水了都，是这个，你看，你看冒泡了。嗯，水里头有。嗯啊，果然就像你说的那个发热的，就是下面那个。这已经开了。通过实验，我们发现这两款暖手宝在加热过程中，烧杯内并没有火花产生，水质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此时我们却发现。通电之后，烧杯内都开始有水蒸气产生。像这样的水蒸气，如果不断增加的话，暖手宝会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发生爆炸呢？为此，验证者来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暖手宝在充电时体内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甚至还引发了爆炸呢？这两种的话，就是都属于电极式的。这种电极式的，在我们的标准里边是要求是。不能用的电极不能加热液体、oh. 这两种的话是现在国内市场应该算是主流了。这种就是这个发热管式加热管，直接触碰不到我们的外边的这个袋子，嗯，对吧？这种的话就是属于电阻丝类的，外边它是一个绝缘的套管，对吧、嗯、第二次是在里边，所以它也是实现了水电分离。那我看到这两个都有个这个小盒，这是什么呀？对，这里边的盒就是咱们的电控部分了。最明显的这个这一块，嗯，这块是我们的温控器。温控器，温控器是控制咱们暖手袋的温度，加到一定值就断电了。原来暖手宝内的这个小小的装置就是温度控制器，当暖手宝的水温达到一定程度时，能够自动断电，防止水温和内部压力持续增大。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暖手宝之所以会发生爆炸，应该和这个温控装置有关。真实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这个市场监督抽查的时候，发现一批不合格的样品。哦，对，我们随便挑一个。这个产品的话，它就是温控是不合格，咱们可以试一下，就直接拿它实验，看看它就是温控不合格的时候啊，相当于就没有温控了，这个暖水袋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好，好吧，好，好了，咱们准备已经做好了，我把电接上，通电。通电实验已经进行了四分钟。但这款温控器存在问题的暖手宝并没有太大变化，通电实验还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慢慢增加，这款暖手宝到底会不会发生爆炸呢？实验进行到七分钟的时候，暖手宝内开始传出异样的声响，而且越来越大。这个声音应该就是暖手宝内开水沸腾的声音。此时的暖手宝内水温应该升高到了100摄氏度。很明显，此时的暖手宝形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部气压已明显变大。如果我们继续等待下去，这款暖手宝会不会因为气压过大而发生爆炸呢？嗯，你看，你看上面鼓了，往后点，往后点，哎呀呀，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往后站点啊？你看，漏了，你看，漏了，对，应该有。有地方受不了了，三个位置，三个位置，对，现在是整个这一边的，你看缝接的地方是吧，都已经不行了。哎，那打到上面电源那地方不会？现在还没有，现在没事。怎么会？它会不会在这时候爆炸呢？我觉得不会，现在它在释放压力。对，现在就在释放压力了。嗯，释放压力了，就不会那样。如果说它现在的压力增长的速度没有释放的快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再猛烈的喷出来。喷。对，猛烈的喷出来。反正它已经漏了，应该是小下去了。估计不会直接喷了。把电源关了吧。行。哦，吓死我了！那这时候还是有危险的。嗯，压力释放点应该就是这条边。对吧？对，好像最开始应该是这个点先喷出蒸汽。对对对，对吧？这个点先喷出蒸汽。那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这个地方，对，已经胀出来了。可以看到这已经掉了。对对对，开胶了，完全顶出来了。这个地方。对对对。
当实验进行到13分钟的时候，这款暖手宝被气压撑破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暖手宝的温控器出现问题，暖手宝内的液体会持续增温，无论暖手宝的抗压能力有多强，不断增加的内部气压最终还是会把暖手宝撑破，此时滚烫的开水会飞溅出来，很有可能对人的皮肤造成严重伤害。通过以上实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款合格的暖手宝来说，它的加热元件、制裁抗压能力、温控器是否合格，是决定暖手宝质量的三个关键因素。那么我们消费者在选购暖手宝的时候，到底该注意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手摸的方式来辨别里面的加热材料。如果能摸到一个直径3厘米左右的铁圈，并且铁圈外有两个分开的硬质材料，那么此类产品很有可能就是电极式暖手宝。这种产品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不能生产，因为它会对人造成触电的危险。其次，购买暖手宝时可仔细观察它的材质密度和边缘的缝合质量。一款好的暖手宝在材质和缝合处都经过了精心处理。另外，最好购买带有防爆充电夹的暖手宝，因为我们看不到暖手宝内的温控器是否合格，但外部的防爆充电夹可以在暖手宝膨胀高度达到一定程度时自动断电，防止爆炸。暖手宝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原因我们已经找到。那么和暖手宝有相同工作原理的另一种取暖设备电油汀，它的爆炸原因又是什么呢？电油汀也是通过对里面的液体加热来取暖的。关于电油汀的安全问题，常常也会引起消费者的格外关注。近年来，在电油汀的使用过程中，漏油爆炸的事故也时有发生。为什么有的电油汀会发生爆炸呢？电油汀发生爆炸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张磊要对制作电油汀的钢板进行研究。对于一款电油汀来说，它是否会发生泄漏或爆炸，主要还是取决于钢板上这些密密麻麻的焊接点。当电油汀里产生气压时，每个焊接点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强。当其中有任何一个焊接点不够牢固时，电油汀就会发生泄漏，甚至引发爆炸。张磊要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调整实验方法。这次实验，他们要对整个电油汀进行冲压测试，看看这款电油汀到底在气压达到什么程度时，会因为电油汀的焊接点不够牢固而引发爆炸。实验开始之前，张磊要用一盆带有颜色的水来代替电油汀里的导热油。如果实验过程中电油汀的焊接点不够牢固，那么带有颜色的水就会从油汀破损的地方喷溅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那么接下来这款电油汀在冲压状态下到底会不会因为焊接点不够牢固而发生爆炸呢？如果发生爆炸，它的气压值又会是多少呢？一切准备就绪，实验马上开始。升了，我看到那块已经漏水了，在咱们那个阀那个接嘴那个地方。哎呀！好吧，好吧，是关了吧，关了吧。零点五。这个部位好像是漏水了。每一个接缝好像都裂了。随着气压的不断增加，这款电油汀在迅速变形之后瞬间裂开了，油汀内的水也在电油汀破损的地方飞溅了出来。由此可见，焊接点的牢固程度是决定电油汀是否会发生泄漏或爆炸的关键因素。实验结果测得，当油汀内的气压达到了0.5兆帕的时候，油汀才发生了爆炸。应该还有其他因素会严重影响到电油汀在使用过程中的气压变化。那么这个真正决定电油汀是否会发生爆炸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咱们是气压，直接往里打气压的话，对，如果是那个通电呢，通电的话它会不会把这油引燃呢？如果漏出来再加上发热管干烧，一定会燃烧的。导热油是除了钢板之外电油汀的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电油汀的导热油都是一样的吗？
如果导热油的质量出现问题，会对油艇里的气压产生影响吗？对导热油进行加热，就可以分辨出油质的好坏。那么眼前的这两杯导热油，到底哪一个质量更好一些呢？接下来，张磊要用我们平时做饭的电热锅，对这两种导热油同时进行加热。可以发现，左边油锅里的导热油颜色变化非常大。为什么导热油在加热后会发生颜色变化呢？导热油的颜色变化到底又说明了什么呢？那么这两个油现在已经搁在这儿了，很明显它的变色了。对，它变色了，是不是说它这个油就不好？变色的话，就说明这个油的话，就抗氧化能力比较弱。抗氧化能力弱的话，它会发生一些反应，它会产生一些清走肺。那么如果进一步的给它加温的话，那是这个能力弱的它是不是应该着了？对，对吧？有可能。要不然咱们再试什么样的情况能着？用您那专业仪器。可以，咱们再试试。走吧，走。嗯，哇、哦，拿不起来了，太烫啊！走。好。这个测试仪器可以测出导热油在什么温度下容易燃烧起来。测试方法就是把导热油倒入这个开口杯内，通过这台类似炉子的仪器不断给杯子加温。他们要在杯子上方插入一个温度计，记录油的温度。如果导热油达到了它的燃烧点，杯口上方划过的小火苗就会把导热油点燃，此时的温度也就是它的燃点。实验中，如果导热油的燃点越低，就说明它越容易发生爆炸或燃烧。现在他们正在对颜色变化不大的导热油进行燃烧测试。它会不会呼一下着起来？要不然咱换一个东西试试。可以换着试试。我现在使的一个是探针式的温度计，这个可以直接插进去显示温度的。198度，210。嗯。就这样是吗？对。那就说明是现在油已经能着了是吧？250度左右。后面的话就闪得更厉害。啊，就是临近那个燃烧那一瞬间是吧？对。哎，它着起来了。啊，这个是燃烧了。着起来了。嗯。260度，它开始燃烧了。通过实验，他们测得这款导热油的温度达到260度左右时，才会出现燃烧现象。那么，另外一款颜色较深的导热油，它会在什么时候燃烧呢？可能冒烟了，已经。导热油这有口罩吗？给我来一个吧，嗓子都不行。153，我看烟已经很大了，咱们试试。啊，戴口罩。咱们先试试这个，看看它能不能动。180度。哎，这是180，这个已经不符合国家标准了。出现了。那、也着起来了，着起来了。现在温度是186，不到190，186度。实验测得这款劣质导热油的燃点为186度左右。实验中我们看到，两种不同质量的导热油燃点竟然有80度左右的差距。那么是不是说电油厅内如果装入劣质油就更容易发生爆炸或燃烧呢？钢板厚度为0.5毫米的电油厅里，接下来它将对这个电油厅直接通电加热。因为咱们现在天已经黑了，咱们加上点灯，咱们得把实验做。哎，好，我现在准备接电了，往后撤。好了，现在咱们准备开始。这个暖气里面装的是咱们的劣质油，就是在180度就能燃烧的那种，温度已经到40度，
升温升的还挺快的。我怎么听见咯嘣咯嘣响啊？没往后撤点。还在继续上升，温度已经过了100度了。加温的时间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温度还在不断的上升，现在可能是越来越危险了。慢的上升，快把电断了。有两组三组都在严重的变了形，刚才那个高温的热油已经喷出去很远，大概有2米多的一个距离。不过在这个距离上有人在这里边操作的话，那一定会被高温的热油烫伤。哎呦，现在这个暖气还有点烫，这个地方已经严重的鼓包了，鼓起来了，这格也鼓起来了，这格连着鼓三个格都鼓起来了。刚才我好像看到这块也有一个大鼓包，我看看它哪漏了啊？还可以看到吗？可以看，油从这漏出来了，地下都是油。三米远的油，喷那么远。这个如果是在咱们的房间内，估计整个这个房子都被喷满了那种热油，想躲都没地儿躲。通过实验，我们发现，装入劣质油的电油汀在温控装置损坏的情况下，最终发生了爆炸。爆炸开始之前，随着电油汀内的劣质油温不断增高，释放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终油汀内的压力冲破了油汀钢板上的焊接点，瞬间飞溅了出来。可见一旦电油汀内的油质不合格，将会非常危险。那么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电油汀时到底该注意什么呢？电暖器的话也是属于我们3C 的认证范围，挑选它的时候我给消费者建议就是说，因为这个里边的油消费者看不到，对不对？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在选购的时候拎一拎，一般重一点的，一个是它的钢板比较厚，另外一个油品也不会错。如果说再判断一个，就是说把它接上电，听一听它里边的加热的声音。如果说是劣质油的话，它加热的时候会有啪啪啪的声音，好的导热油是没有声音的。明白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选择的时候就一定要看好它的一些开关，还有温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就相当于产品的配置。通过今天的一系列实验，我们知道，不论是暖手宝还是电油汀，之所以会发生爆炸，是因为里面的气压过大导致的。暖手宝的温控器是控制温度和气压的一个关键部件，一旦温控器出现损坏，极可能导致温度持续上升，压力过大而发生爆炸。而对于一款合格的电油汀来说，即便温控器发生损坏，只要电油汀的焊接点足够牢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全。但如果油汀内装的是劣质导热油，即便再好的焊接工艺，电油汀也会有爆炸的可能。作为消费者，我们虽然很难用实验的方式来了解它是否安全，但选购时只要认定带有国家质量强制性认证的 3C 或 CQC 标识的合格产品，即可放心使用。